俗话伫咧讲，三月小妈祖，四月王爷生，这拢讲出着台湾民间的其中两个大信仰。一般来讲，有一挂人可能会认为妈祖是航海之神，保庇着渔民出海平安，所以伫咧渔村的妈祖庙可能会较济。也毋过事实上，煞毋是安尼。若是行到台湾西南部沿海，你可能会发现有真济王爷庙。实际上，伫咧渔村的庙宇当中，王爷庙是上济间的。这也可以推断出王爷信仰对台湾渔村的重要性。那呢，王爷信仰又阁是如何伫个台湾发展的呢？大致上，有一部分是由过去先民渡海时阵所带来，因本身信仰的神明；另外一部分是对着海流过来。马巴鲁传说讲到，过去先民渡海时阵拄着尊者翻覆的意外，多好伊的身上抱着王爷的身上，尾啊平安来得救。也因为关于王爷的真济传说拢甲海洋有关系，所以才演变出咱即马所看到真济沿海砖头拢有王爷的信仰。今年伫个高雄沿海中文的灵地殿，就有一张属于王爷信仰的海上神像。今天的节目，我就要带着大家做伙体验到这场海上旅行。灵地殿的主位吴木坤讲，王爷殿大部分咱海面的吼，海面的伊早是拢讲的讲甲龙爷啦，吼甲龙爷最先尊龙啦，啊妈祖啊，吼大部分海边也是妈祖，啊王爷王爷啊有啦，啊阮只王爷殿是进前伫东港分灵怪啦，因为较早的时阵算讲这所在殿哦。有发生瘟疫啊，啥会较无迄落个啦？像大家听讲，东港遐好先就王爷做的，因为大天神寿的神尊的啦。啊，即马总得好请过家参拜就对啊。啊，参拜了，较早是一间较细间，吼、哦、较细间的庙，加进一间皇宫也变过啊，已经算讲佮改变皇宫，大改变皇宫到尾啊，就是像进三十年前头的。七十年啊，七十二年呀、哦，较欢喜欢就进这间安呐。在民间信仰当中，对着王爷信仰起源甲特色，拢有各种无同款的讲法。都有学者将这挂讲法分做几种。第一种是温心说，认为王爷信仰是因为开发初期的时阵环境无好，充满各种的疾病。所以奉祀到可以祈祷瘟疫的瘟神，也就是王爷。第二种是恶鬼说，有人认为对古早时代开始，人就都会怕恶鬼，慢慢也演变作是一种信仰。在这种恶鬼生神的过程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神格晋升。第三种是功力应验的讲法，也就是在生之前有功绩，死了后有显灵的正神。第四种是地国圣水，这种讲法是认为在地神公过身了后，民间替他起庙，却不敢直接叫名，所以就称呼做王爷。第五种是演变水，学者认为瘟神信仰有六个阶段的演变，先是因为瘟疫过身的恶鬼，再变成掠疫鬼、赌博、安良的瘟神，才阁演变做海神、医神、保境安民的神，最后阁成为万灵之神。今日去灵地殿，若是听众朋友详细注意一下主神何富千岁，你可能会发现伊的面一边红一边乌，这嘛是人所讲的灰面阴阳面。
在庙内有一段对着何富千岁生平的记载，讲到伊的本名叫做何林杰，在故乡担任地方官，平常时独恶扬善，为地方的贡献真多，受到真侪百姓的老。一直到过身的时阵来归位神圣，归神了后，有一年上苍想要伫个人间降天灾，所以命令伊将病毒来压到人间。也毋过伊毋甘百姓受苦，所以就将病毒来家己啉落去。啊，啉完了，迄毒气就伫发作点，准备即卖面难呐，迄两边面无共款，啊，伊面内底佫有七粒。伊迄医院咧，最近看伊面内底有七粒，啊，从所以讲伊个面从变质嘛，形体安尼啦，啊，就是迄个算讲顶官王上帝看，感觉伊爱心足大点，所以讲封伊代天孙秀，伊即马靠伫顶官挂名，总来遮咧迄个解决大家人个问题安。嘛是因为这个故事，何富千岁有了医神的功能，我注意讲。过去有一挂信众拢表示，王爷所出的药签拢真准。种有诶哦，有诶就是安那拄啊像诶普通时安，安闹啥诶代志都唔敢讲，惊人知啦。啊，即卖伊就是讲来请示来，算讲来困求王爷公啊，甲斗帮忙的，啊有斗帮忙着，爱家己知影。啊，你有当时啊，你像王爷公，王爷公啊，即个签诗，诶药签足准啊。嘿，我讲这有签，足侪人拢来遮抽有签，啊有签迄个拉店，迄个拉伊叫两三个药房内底有签，你讲有签几号，伊就知有签要贴啥货。但是有诶唔知影，有诶算讲这个有签加清洗好，吼安薄薄薄这个有签，啊有诶就是讲要像安得好，还是要加一杯，要加两杯安尼。了，这是油签，油签呐，用足济人哦，拢来遮请示用个讲个油签。拄只讲个种种个原因，有个人讲何富千岁属于英灵讲法个王爷，某人认为根据伊个故事，应该算是瘟神王爷性质。毋过无论安怎分。王爷信仰拢会当讲是台湾民间信仰当中重要的一部分。为着要感念神明的保庇。真侪庙宇拢会伫个新明圣诞的时阵举办庆典活动，往往信徒嘛拢非常虔诚，会来参加着庆典。一方面感谢神明，另外一方面嘛祈求未来平安顺利。灵地殿即回嘛同款，举办连续的庆典活动来庆祝。除了较常看到的文章平安斋以外，嘛举办了海上巡香的活动。和信众会当更加熟悉王爷信用甲海洋的关系。哦，啊，阮即届拄啊，今年拄啊，拄到阮王爷公啊，四年一颗海巡往东港，吼、哦，东港连地顶甲东龙宫合作。啊，即届主办呢，就是拢完全拢阮红宫连地顶管理医院的主办，吼、哦，协办呢有。高雄市政府啦，吼啊，林门区公所啦，那四年一科，今年拄啊，台湾何富千岁进往东港林地殿、东龙宫、甲文武先生、东龙宫去合作啦。啊，四年一科，阮进前哦，是拢用游览车，吼啊，坐到东龙宫遐来，啊，随乡诶，甲灵柩入去东龙宫拜拜了，开林地殿。啊，这届哦，调八届，阮这届是调九届，为调八届开始，俺王爷公啊，用尊上海上巡香的，啊，算海上巡香船啊，吼、哦，载所有参与的灵柩。今年是灵地殿第二摆进行海上巡香，信众对中文港出发，前往东港灵地殿回乡。过程中，也伫东港的几间庙有交流。今年伫路线的部分，也做了一挂改变。
啊，舰队舰二舰往东港有经过东港雕龙宫、福安宫、啊东龙宫，啊来到连地点，伫遐休困食中昼。啊，下晡要回家的时阵是开机大天路的迄个嘉陵宫，啊，怪是大天路旧的嘉陵宫。吼、哦，两间庙拜了回家来到阮落船的所在，伫水产老伯遐准备上船啦。啊，预定是下晡啦，六点到六点半要伫东港遐，伫东港迄个港遐出发。阮过去咧办哦，是红江海巡嘛，四年一科往台南安平。嘿，啊，阮去年第八届马祖海巡较特别的，就是讲入去家庭港甲洗一淋，啊，像阮咧船都伊啊洗过店，迄阿珍物件啥拢甲赶好走就对啊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头一届有迄、那个这传统艺术的文化哦，店这海巡的这头一届去高雄港入去啊。第一船只出发进前，也有很多事先的准备，就参像是博公船决定各路的新兵要坐对一只船，买将水仙船王来甲请回来，伫个海上做开路先锋。其实阮这活动点哦，从进前就爱直落来啊。阮头几先哦报名的船只决定了点，阮个来博公船，嘿。博公船就是讲，按公的有几点庙，吼、哦、啊！你博看对只船啊，博在地安尼。啊，博起了，阮十七海船点，阮十六，阮有迄、那个算讲拜拜、割花啊，迄、那个劈彩带的形的形式啊。二月十六下晡一点是拜拜啦，吼、哦、啊！祈求我讲啊，庇佑啊，即个活动会当顺利圆满。啊了就是割花，啊了两点半观水仙真龙，嘿，观迄个水仙真龙，因为海上的爱水仙真龙，伊头只船啊对哇啦，算讲观伊水面的神尊啊，观水仙真龙，观发了吼，爱、哦、交代代志甲清洗洗的，安尼了就装作要上船，啊，全部的各有功的恁叫我来拜拜拜拜，开始上船啊。算讲迄个波，迄、那个岸，迄、那个波，关水上关啊，所有船只拢上船，拢也上船顶在个白岸呐。吼，上船了啊，十七日在七点甲准时出来出港安。另外嘛，因为这边的活动会到暗时，出船的船东拢会伫个船顶挂上 LED 灯，和庆典的气氛更加热烈。即届有看咧，就讲暗时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暗时阮船顶有看咧 LED， 吼、哦，看咧 LED 灯就对哇。按暗时啊，咧船咧行动的时阵咧，会等于讲和马祖咧海巡相像啊。以前马祖海巡是拢暗时啊，点点咧炮刀啊、龟爪螺丸、足水的，各个连各个咧夜光炮咧放哦，足水的啊，陆上的甲海上的放啊，即个王爷讲啊，王安尼呐，即摆因为伊有着，因为你那 LED 灯即时就无当看啦，无迄个效果啊。啊，即个就是因为看见着暗时啊，点说王爷讲啊，船只恁啊开始到 LED 灯，暗时啊拢会红火到啊。啊，佮阮这样头的海巡进前两三工，伊都拢真好势啊。暗时啊，迄船顶的 LED 灯拢泡到啊。啊，到海巡了，到归港点看因船长总指挥咧规定，看到当时啊，恁就开始看开放归港，容易参观啊恁。我嘛伫个出发前几工，就到港边看卖啊，这挂好 LED 灯的船，嘛已经看到真侪民众拢来看热闹。这一摆，我嘛伫个巡游活动的当中，对着船只做花出棚。早时六点外，信徒已经伫个灵地殿甲中港做准备，
只要伫个江边附近，拢会当听到热烈的炮啊声，对着鼓啊声响起，船只嘛一只一只放开锁啊，出发前往东港。出发了后，那是船顶的炮啊声一声一声响起，岸边嘛同款，就参像是咧欢送着新民出发。真紧，我嘛到了东港，阿未落船就看到真侪信徒拢伫岸边准备迎接。队伍对港口沿路一直延续到大路，除了桥板，阁有各种阵头伫个当中，替活动加入了真侪热烈的气氛。来参加的人哦，拢是阮大部分是阮庙的、阮庙的遮的各位信徒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阁各有功的，吼、哦，因的神尊甲恁叫出来，啊，因遐的信徒也来参与啦。啊，搁外口的，对不对？算讲出去伫外口的，妨碍利用机会转来安尼啦，参悟参悟差不多拢安尼呢。迄就是算讲，大家信徒对么？对这王爷公啊、甲妈祖，大家拢足热情的啦。唔是讲阮能力吼，中力用阮另外只能力啊，做伙能力的信徒，对山尾啊、西溪啊、临门这信徒啊，足侪人来咧参悟。尤其是日时来作修的，外口的各有功的也作侪来咧作修的啦。我嘛找到船队的队长黄世炎，请伊来甲大家分享一下这边的活动。23只，差不多五天前就开始咧准备啊，因为这边来搁开会啊，前边来无开会，这边来搁大家拢开会啊，拢渔船啊，开始咧准备，就讲无出港啊，都咧款遐物件咧开会啊。啊，为新民啊，大家都较热烈啊！哎，今仔头下尾暗6点，伫东港出港，啊，转西屿琉球口水一边，啊，到位山尾头遐来位沿脚转顺沿脚转，啊，转转就港，啊，就港，阮那逐即几日啊，拢平时拢会火，拢搁拢点好倒个，平时拢有点火个，迄阵啊，个火看较足水个，就快较伊掠伊安尼，哎。接近中昼的时阵，天色渐渐啊暗落来，在空中一滴一滴的雨水，微小雨变作大雨。不过队伍煞无因此将脚步停落来，不管流偌济汗，身躯有偌湿，搁较安怎，信徒拢要完成这一天的任务。最后总算是完成了伫东港的文章，规定的船嘛准备来出发。这一摆真特别的所在，是规定的时阵会对东港驶往小琉球，再个转去到中文。往下部分较早，阮特别个是家底下港口遐上船，爱遐较远。遐得阁经过金波啊村，得阁改拜，得阁改温泉拜庙。啊，即个直接去东港入面，吼、哦，即个就去东港迄个报关行头前最先闹遐去哩。所以阮的路得阁加较短啊。嗯，啊，拢差不多。啊，即个钓高界，即个王爷公啊，钓即个是一个特色，特别等来先绕行小琉球一邻呐、啊。想要转来，本来转来到中文一带啊，尔嘛。啊，即马就是讲为小琉球遐，互我随小琉球一邻甲转来安尼，也已经小琉球遐个，迄个小琉球乡公所以后也蛮配合啦。啊，佮顶悬个碧云寺、三龙宫个庙寺也配合，啊，佮所有民水啊，算讲联络起来。虽然阮袂入岛啊，因阮遐船队入去遐真正无法度翻，我当然阮袂入岛，但是因也算讲含阮大家人放炮吼，恭喜安尼啦，嘿。即摆意思就是讲，加到即个东港一带啊，尔啦，
等于讲，按船啊，踮西沟遐，着头只一港啊，第二港又搁伫阮中港咧。安尼啦，啊，即马等下就是讲，想紧点啊，扩大一个哦，甲要办活动啊，有得办啊，当较放大一个，所以较高效率去啊，一年啊。哎，尤其是阮十七海船店面十九的关于马生啊嘛。等于讲含小绿球，即关于马生的圣诞店，会当做一个连接啦。啊，阮含过东港嘛，是咱东港小绿球啊，甲遮店，拢伫海边啊，伫可算讲靠海的生活，咱做一个连接安尼。阮因拄啊，关于马尾圣诞进前，阮准备先去啊过一年放牧啊，甲伊庆祝一下安尼。对着船队来到小绿球的四边。虽然无靠岸，也毋过小琉球的居民犹原放着热烈的炮声来迎送队伍。经过十四点钟，总算是游哥回来到中文港。靠岸的时阵，岸边客了满满的信徒来迎接。这当讲是中文居民伫今年的一个大盛事。一路对着队伍，阮看到无论是囡仔到大人，每一个拢是非常虔诚。无论是落雨也是阴晴，因拢同款坚持着家己的信念，希望会当予王爷庆典有一个完美的过程。在这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信徒的虔诚，也可以感受到信仰和人和人挖作会的力量。